啊，好吧，我跟你说，曾国藩，我为什么就是说，可能可以佐证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身体弱，反倒好。他什么？他身上有牛皮癣，就是我们叫就是有皮肤病吧，特别痒。就是他去上朝去，他写日记嘛，每天写日记，他日记里就直接写，哟，今天我见皇上，我没挠痒痒，太好了，然后。你知道吧？然后他为了对治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疾病啊，因为他天天老想着挠痒痒，是吧？然后怎么办呢？练书法，我打坐，然后做事儿特别精进，特别专注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不去想那个痒痒，转移注意力。你要做事儿极其专注的时候，我就不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疾病的问题了。这是他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他有可能比别人意志力方面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那你刚才说的是柔弱胜刚，刚强有可能。对呀、啊，而且那个柔，那个就是那个《白云观》里，《白云观》里也写着那个体弱性柔是药嘛，体弱反而好，你不像那个。好像说老得小病的人死得晚，这是不吧？容易死是吧？如果要是对啊，因为那个，因为像那我高立翔，是叫那个是叫高立翔吗？对，就前对，一段，哎，咱们别就不，你看看，是吧？然后身体很好，一下子对就吧？好。然后可能过猛了，突然一下，对，所以那个就《白云观》里那个道家写的那东西，一下让我开，就是当时我也不信道，因为我就是当时在首都医科大学上学嘛，都说是。锻炼好身体，强壮，怎么怎么怎么样。后来我就是去白云观，那时候是考试怕考不过，就去那儿烧香去了。那个时候，然后就看，哎，怎么体弱性柔是药？哎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里外头这个白云观外头说身体练得强壮是好，性则刚强呢是好的，对吧？那这不是传统教育？那你怎么一进那个白云观里头怎么写的是反话呢？就不是反话，就是写反着写呢，体弱性柔反而好。后来我就明白了，因为你体强呢，还是你的本性，你把你本性发挥的极致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了。因为体弱的话，性柔的话，你是逆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毁坏的这种方式去走，是吧？你有点反者道之动的意思哈。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教导的，就是说，不是说你这个，他这个说什么心软、心柔的那个心清洁，那反而才能进入天国，还有那个有钱的人进不了天国，没钱的人才能进天国。就是说我他那没钱，就是说，不是说你就是乞丐，就是说你那个不是对这个世界有这种强大的欲望，就是控制欲望的人反而能进天国，而在这个世界上，就谁越有钱越应该好像是。越能够，比如说飞到太空去，谁肯定是，比如说大家地球都要灭亡了，只有月球上能逃，那谁有钱，谁有能力，那样的人是不是应该能够先飞呀？当然，耶稣基督说了，不是，越有钱的人反而飞不了。你有钱，2012，然后你这都个买个船票，有飞船，不是说你有钱花钱买，有钱反而进不去。是你的心纯，那个有爱心，就是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样才能够飞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，或怎么怎么着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我这一个认为哈，关于宗教的一个解释，就是什么叫宗教，就是 absolutely dependent，就是完全的依靠、信，信靠，完全的信靠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就你要如果要是说你只如何做到这个完全的信靠呢？那就是说，你把自己的一切放下。你人最执着的是什么？那可能就是，哎，我还有点钱。我这个钱，我使用自己的这个钱这个能力的还话，有信心。我有可能就能达到一些我的阶段性的一些目的。对，那所谓这个道家也说啊，这个东西叫道为什么隐了？那就是大道为什么隐了？那就是
有小乘，因为有小乘，嗯，因为有小乘，这个是庄子说的，这是在《齐物论》里边说的。他因为他小乘，小乘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办小事的时候你能办得到。哦，小乘，但大乘不了。你大乘不了，因为有小乘，别人觉得，哎呦，你看他有钱呢，嗯，然后他能办到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都，有我信他吧，比如马云。哦，是吧？他有钱吗？嗯，对吧？他现在有没有钱，我不知道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肯定有点钱。那肯定是不，肯定是应该是有的钱够花、哦，但是很危险嘛。一下，但是像那种样子的话，一下背负债也很快，是是是是是 是心理素质很好才行、哦。啊，我说的意思是，因为他有钱，或者我们认为他有钱，他能做到很多的事情。对吧、嗯、那我们看了这个，哎，不信靠上帝的话，我们信钱是不是也能做到？嗯，那这个、嗯、但是他所谓的成就啊，只是小成，你能做到，是因为你用肉身的方法去做是能做到，但是他最终肉身的方法做终就是没有，就他是往下走的，他是就是越来越叫什么，越来越坏。我是这么说，就是就对于心量上的一个考验的一个问题，可能不一样。就比如说，你现在是亿万富翁，对钱的一个看法。我说你把所有钱都捐了吧，你捐得了吗？这不一定能捐。我去，我这钱太多了。然后就是我都捐了，然后我就变成一贫如洗了，对吧？不公平。但也不一定啊，也不一定。比如说那个比尔盖茨说，捐了，啪，我裸捐都捐了，那也有可能。嗯，哎，那样的话，他能把钱，有钱人他能把钱全部放下。嗯，他能上天堂。嗯，但是没钱人的话会怎么样？你让我捐了，嗯，我捐了就捐了，反正我就100块。嗯，是，对吧？嗯，他能，就是我一下就能把我的全部能够给出去。嗯，这个同样是这个全部怎么说呢？就是你有可能有人捐1块钱是他的全部。嗯，有人捐了100万，只不过是九牛一毛。嗯，对。所以你说这颗心的话，如何衡量？用钱来衡量？嗯，肯定是富人的话，他把这种全部的心投出来，放到信仰里面的可能性，较比低一些。嗯，有道理。所以他难上天堂。而这种完全的信靠，对于穷人来讲的话，嗯。更容易一些。嗯，对，说到这个信靠，确实这样。